是吧？现在老年人呢，闲着的人多，养养鸟啊，养养鹦鹉啊，可以陪伴他们左右，陶冶情趣。而且鹦鹉啊，训练好了还能送到马戏团去表演。哎呀，我咋把这茬忘了？您可是搞鸟类研究的专家呀。对，我。喂，喂，老许，你干嘛呢？你有事吗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问你忙啥呢？没事，瞎打什么电话呀？我开会呢。好好好，你慢慢开，慢慢开啊，你先忙啊，不打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至于您说这个鸟在笼子里总打架的这个事儿哈，它是这样的，牡丹鹦鹉啊，它的等级分得很清楚，它有食物优先享用权。后来的鹦鹉要想先吃，就必须打败原来的鹦鹉。您想想，那能不打吗？是不是？建议您把牡丹鹦鹉要隔离饲养。听您一席话呀，胜读十年书。所以啊，你得参加我们爱鸟协会，这样呢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征询，我也可以抽空到你的养殖场去看。成，这有了组织啊，可就有了主心骨了。对，有组织好。嗯，有组织好。啊，你是徐北洋吗？啊，我是。您是？我们是约好的，我是玫瑰网过来的。哦，请坐。多久呢？你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，当然给你往最专业里准备了。别撞过来啊！嗯，麻烦你啦。嗨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咱俩谁跟谁呀？按照你之前制定的三项考核项目，我都准备好了。红娘，我已经嘱咐了，今儿给你爸安排的相亲够他忙活的了，没空干扰我们。哎，撞过去。不是，没好呢。您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啊，给你点个赞啊。嗯，你这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一样。当然了，好了，来。好了。下面我们进行第一项。嗯。这三杯，请你判断他们的年份。这一杯有着成熟的水果气息，入口沉静，酒精感明显，应该不是近两年的酒。粉状单宁感，回味微苦，应该是09年年份产的酒。这杯酒体干净清新，有着淡淡的香料气，应该是12年年份产的酒。鸽子一公一母，你只要给它圈在15天，圈在一个笼子里边，它们自己就配成对了。虎皮鹦鹉可不行，虎皮鹦鹉必须自己看上眼，自己看不上眼的放在一块儿，它们就咬。如果您不尽快的给分开，咬死一只才算完。哎呦，那么严重啊！虎皮鹦鹉如果配成对儿，您就抓紧赶紧在笼子里给他们装上窝，三合板钉制的也可以，掏个洞，用草编的也可以，得让他们自己觉得有窝有房子了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配对儿下蛋孵养。鸟是很讲卫生的，一定要注意清洁，每年年初的时候一定要打防疫针。徐先生，您的职业是做鸟类研究的是吧？啊，是。这个情侣鹦鹉呢？您现在的状态是离异还是？啊，我单身，没有伴儿。我爱人前几年过去了。哦。
情侣鹦鹉就不同了，它只要配成对儿，成双成对，终身厮守。如果另一只死了，另外一只今生今世就不再找其他伴侣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我跟这位大姐探讨鸟呢。这，您这是说鸟吗？你要是不想再找另一半，你报什么婚介网啊？那这不矛盾呢。您可以参加我们爱鸟协会啊，咱们在一块儿可以多聊聊啊。是啊，是什么呀？是，真没见过你这样约会的，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动物园了呢，神经病。这里边应该有白地府酒庄干红、拉加德窖藏品丽珠，还有天赛品丽珠干红。对吗？不对啊。全部正确。真的？看不你刚刚的表情啊！别急，还有最后一项。怎么还有啊？不是三项吗？这是我的特别加持，过了这一关，你就彻底无敌了。来，把它带上。这还要带这个？喂，把它带上啊！来，哎，文姐，文姐，嗯，大哥跟许师姐在里面呢，说不让人打扰。他俩在里边干什么呢？好像是说帮许师姐做什么考试前的训练。多长时间了？都一下午了。那我先去忙。哦，你去吧。这个酒的味道，是我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味道。感觉有葡萄的果香，还有面包的醇香，好像还有糯米的芳香啊。这什么酒啊？恭喜你考试通过了啊！哈哈，你看，我是用啤酒、红酒、黄酒混乱兑的，你竟然都给猜出来了。小智，你的嗅觉、味觉绝对没有问题了，恭喜你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进来拿个东西。不好意思，你总这么毛手毛脚的，说你多少次了？小文呢？今天怎么不来？跟我请假了吗？你去告诉他，如果他以后再这么自由散漫，就永远不用来了。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手下人没规矩，见笑了。不会，雷达，让你浪费这么多酒，破费了啊！哎，没事，都是以前赞助商给的，放着也是放着。小智，啊，我请你吃饭吧，好好庆祝庆祝。你帮我这么大忙，应该是我请你啊！走，你说你想吃什么，我请你。走。参加爱鸟协会，为鸟类保护做出一份贡献，你看多好啊！同住蓝天下。人鸟共家园，还有这种组织呢？当然有了，像您这种情况参加爱鸟协会最合适了。老伴去世了，您也退休了，有的是闲暇时间。有时间，不能总是关心孩子呀，总关心他们，他们也烦呢。参加爱鸟协会呢，您也就有事儿干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爱鸟协会不光是每周听夜课。咱们定期还要参加户外观鸟大赛呢，而且还要到省里边参加观鸟大赛呢。你看，嗯，无敌海景啊，今天还是阳光明媚。你好，这是菜单。好。怎么？怎么了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要不您先回去吧。
咱俩的事儿我还没说呢。咱俩什么事儿？那个事儿哈，那个事儿咱们以后再说。您考虑一下参加爱鸟协会。哎，别打乱，别打乱，别打，别打。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没干嘛是干嘛呢？警察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在这和谁约会啊？和老太太约会呢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别走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走，跟我们回局里一趟。什么呀？就跟你们走一趟？得了吧，你以为别人都没看见呢？你刚才是不是在那里撺掇别人入什么协会？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你的上线是谁？发展了多少下线？什么上线下线啊？嗨，爱鸟协会是鸟类保护管理工作者和院卫，那是我爸爸。鸟类保护完了，这个团体和个人自愿组成的，是经由市政府核准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的社会大。啊，老许，等，这扯那些没用的，来，跟我走一趟。哎，什么叫走一趟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哎。走吧，哎，你让他怎么没说明白？我凭什么就跟你们走？怎么回事？还他们要带我走？爸，这人鬼鬼祟祟的，刚才在这蹲哪儿半天了，还被人举报，我就觉得他是这附近传销组织的头目。这我怎么是传销组织了呢？哎，雷达，你赶紧给我解释解释。哎，你是那位墨迹奇谈的节目主持人雷达？对对对，是我，警察同志。你们一定搞错了，这人我认识。那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我俩，警察同志，他是我的父亲，他是市鸟研究所的研究员，绝对不是搞什么传销的。对对对，警察同志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去鸟研所调查呀。什么就把我当是这样？那既然著名节目主持人都出来担保了，那看来真的是误会了。也不知道是谁报的警，谁报的警都不知道，过来就抓我。你们这不是毁我的名誉吗？哎，不是，老同志，你听我说一句，你说你这个相个亲，你就光明正大的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老年人也得自由恋爱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这偷偷摸摸的，不是惹人怀疑吗？他我也没偷偷摸。对对对对，警察同志说的对，老许，下回注意。好，那这样吧。好，说对了。来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就这眼神还当警察呢，把我当成传销的了。你说，行，哎呦，你怎么被人当成传销头目了？你不是在相亲吗？相着呢，我正给他们讲爱鸟协会的事儿。相亲谈什么爱鸟协会啊？你是不是故意捣乱，又扯什么别的了？根本没有共同语言，要不我说什么？你好，你要的红酒。嗯。这什么红酒啊？我也来一杯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们俩干嘛来了？吃饭呢？没事儿，总吃什么饭呢？现在是饭点，不吃饭干什么？你要是不愿意吃，那您先回去吧。一上午到现在，我也没吃，饿了，正好跟你们一块儿吃吧，来吃吧。来，给你。哎，米蒸排骨，你最爱吃，吃吧。你也是啊，那对，您尝尝这。喂，好的，我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办公室出了点事儿，你们吃吧。哎，要帮忙吗？我陪你一块儿回去吧。人家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？他忙他的，咱们吃咱们的，要不然这一桌子菜全浪费了。
是是是，那个我自己能解决，你陪老许吃会儿啊，我过去了。这菜做的一般，还没我的手艺好呢。创哥啊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提前完成工作，回家吃好吃的去了。你们慢慢卖命吧啊！拜拜拜拜。紧急召开全家会议。说吧，说什么呀？别听他瞎说啊，我俩什么什么意思呀？我这不是失去味觉了吗？人家好心帮我做恢复训练。恢复味觉训练非雷达不可吗？微微不可以陪你训练吗？诺诺不可以陪你训练吗？我不可以吗？哦，非要找一个单身大男人又不符合条件的人陪你恢复味觉？这个不是什么
谁能陪我，谁不能陪我的事儿，这个跟您相亲有关系吗？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啊？我的女儿还没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，我就自顾自的自己去相亲，我这个父亲还能称其为是一个正直的父亲吗？说半天，您就是觉得雷达不合格，对吧？那您之前跟人家好的跟亲哥们似的啊，以前我相亲让人家天天跟着我，现在好了，挑人家这个挑那个那个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雷达，做朋友是可以的，但是他对你有企图，那是不行的。他如果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我可以跟他不做朋友。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跟雷达做朋友，我跟雷达就不能做朋友，是吗？对。不对，我跟他做朋友，对，你跟他做朋友，不对，你跟他在一起那是万万不行的，是不可以的，是不对的。爸，这我就得说说你了啊，你这个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你少插嘴，假怀孕的事儿你以为就完了吗？你现在和王闯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是怀孕生孩子。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，什么原因？你们两个总结了吗？你们一个个的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，越说越生气。算了算了，散会。啊！这什么态度啊？这还反客为主了？就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一个研究鸟的，嗯，不研究鸟了。开始研究壁虎法了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大姐，我给你削一个苹果啊。雷大壮，你干什么去啊？片子剪完了吗？大哥，我有点急事，先告个假啊。你等等，你回来回来。你说你个单身汉能有什么急事儿？啊？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看我不扣你工资！大哥，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话特别有道理，一下点醒了我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，爱情要用自己的手去抓住，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你爱的人会知道你的心意。没错，我也不能放弃，我这就去找我的安琪，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，让他回到我身边。哎，你不是都已经在玫瑰网相亲了吗？那都是浮云。我现在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了，我不再浪费时间了。哎，大壮，爱情要用自己的手去抓住，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你爱的人会知道你的心意。没错，我也不能放弃，我这就去找我的安琪，我要把我对他的爱都让他知道，让他回到我身边。怎么了？我是想问你，对雷达有没有那么一点特别的感觉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就是特别纯洁的普通朋友关系。怎么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嗯，那就好。那我觉得你跟雷达应该划清界限。怎么了？我们俩有什么不对劲吗？我觉得吧 ，Uncle 说的也对。你想，你和雷达两个人单身男女，你俩总在一起。你能保证你对人家不胡思乱想啊？你能保证人家对你就没什么别想了吗？嗯，对吧？我是无所谓，我觉得朋友走近点完全 OK。但是 uncle 不这么想啊，他现在总觉得你和雷达搞在一起了。那你想啊，那他哪有心思给自己相亲呢？是吧？
小妮子懂得还挺多，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呀，自己好好想想啊。来吧，早点睡啊。好了。老马，哎，这是我托朋友从西双版纳给您带了两盒好茶。哎呦，今天的瓜哪正风啊，不错呀。平时总蹭您呢，这不是我雷达的性格。今天喝我的。好嘞，晾了吧，我干活呢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喂，喂，雷达，今天来家里吃个饭呗？好啊，哎，老许那边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爸知道的，他请你来吃饭。什么？你爸让我来的？那我买菜，今天我下厨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今天我来做，你按时到就行啊。哎，待会儿见。还是那女的吧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就别瞒我了。我发现啊，这段时间你背着我接电话，说你心上有人吧，你又不承认。这样这样吧，坦白的说，就有俩树叶。行了，别假献殷勤了哈，告诉我。是不是心上有人？你这小子，不说是怕我知道了心里不舒服，接受不了，对吧？你想多了。你有新女朋友，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。人这一辈子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也是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走吧。也该成个家了。以后，你要是有心仪的女孩子，你就大胆去追，千万不要顾及到我会怎么想。今后呢，不管你追求谁、喜欢谁，我都坚决支持你。我老马就一句话：只要你心里头给小林留个位子。老马，你听懂我的话没有？吱个声呗。我听懂了，老马，我听您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听说是他打电话让你去他家的。啊。哎呀，那你得准备准备呀。是啊，我应该准备准备呀。可他不让我准备啊。不准备那哪能行？这么正式，我看这里头有情况。马毅，您看，这次叫你去没那么简单，备不住啊，就是正式让你登门拜见岳父呢。春风十里，不如你。
你相处的这几个月，不知不觉的，你越来越……我……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干嘛呢你？你这是一个人嘀咕啥呢？没什么。哎，你怎么突然下来了？我买点调料啊，走吧，进屋吧。我有东西给你看，你等会儿。哎呀，等会儿再说吧，等着做饭呢。走。哎，爸回来了。哎，安口，真香啊！一闻就是你姐的手艺。哎，爸，今天姐请雷大哥回家吃饭啊。老许回来了。最后一道菜，马上开饭。平白无故请他来家吃饭干什么？人家帮我做味觉练习嘛，我一直说要请他吃饭呢，上次被你打断了。这我明天就要去上海了，把他叫到家里来，大家一块吃热闹嘛。就等您入席了，来来来，坐。爸，今天喝点啊。哎，最后一道菜，清蒸石斑鱼。辛苦了，别客气啊。想什么呢？今天约会不顺利啊？你不会是心虚了吧 ，Uncle？ 你今天不会也敷衍了事了吧？爸爸，认真的相是相，敷衍的相也是相。再说了，咱们都花那么多钱了，干嘛不好好相亲啊？对呀、啊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吃吧，吃吧。你们呢？等一下。都不明白，老许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他是不放心你们几个人的事儿。妹妹王闯，啊，抓紧时间造小人。诺诺。你也别成天到处疯了，赶紧找个男朋友。小芝，嗯，你也一样。你们三个人的事儿都解决了，老许才可能安下心来考虑自己的事儿。嗯，大哥说到点上了。爸，我和薇薇先表个态，我们俩一定努力。喝你。好，既然二姐夫代表二姐表态了，那我也表态，我以水代酒。From now on, I promise，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用我所有的力气去找一个男朋友，给你找一个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高有身高，要才华有才华，要钱有钱，要什么有什么的极品外甥女女婿，怎么样？啊，好，还差不多。Uncle，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，其实你最担心的是大姐。大姐，嗯，给 Uncle 表个态吧。我答应你，这一次呢，去上海参加完 WSET 的考试之后，我就回来认真考虑我的个人问题。是真的吗？说到做到啊，但是也请您给我多一点时间。这个可以理解。上次朱尔文的事儿，你需要一段时间修复，调整心态。但是必须振作起来，要面对现实，要重新自己新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今天在座的人都听到我说的话了啊，你们都给我做个证，证好了，嗯，雷达你也在啊，啊，一起帮我证明一下。你就说就说吧，你扯上他干什么呀？他是你的亲密战友啊，又是我的好哥们儿，你作证绝对没错啊，雷兄。那必须的呀，
为兄弟两肋插刀吗？Uncle，你看雷达都这么说了，你就不会再怀疑他和我大姐有什么情话了吧？那可不一定。啊？跟我 Uncle 表个态，让我 Uncle 放心啊。表态就不必了吧，大哥。那我是等着喝你姐的喜酒啊。表态就表态呗，怕什么呀？是吧？你对我姐又没什么想法。嗯。老许，您放心，我跟许志就是普通朋友，纯粹的好哥们儿，我绝对不会对你女儿有非分之想。好。那行，那今天我们都表态了，现在轮到您表态了。从明天开始，能不能乖乖的、好好的相亲 ？Uncle， 我们三个都已经表态了，你再推三阻四，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嗯。好，通过。这样我就安心了，我明天安心去考试，家里就留给你们俩啊。嗯啊，放心吧，看我们俩在。嗯。妈，做的好吃。就是。哎，爸爸，快把这个。这个啊，就给你做明天早上的早饭了啊。这连吃带拿的，有时真是风度。哎呦，别演了，拿着吧。冲你这段时间这么够哥们儿的意思，帮我，就当是奖励你。真拿我当哥们儿。怎么，你不把我当你哥们儿啊？啊，不是啊，当，当啊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段时间已经习惯你在身边帮助我了。我一想到马上要考试了，紧张的不行。少来，你还有紧张的时候？我认识的那个自信爆棚、什么事儿都能搞定的许志，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别开玩笑，跟你说认真的。哎呦，我在想，如果考试的时候你也在场就好了。哎，刚才来的时候你不是说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？什么？啊？这个。他就代表我，带上他就相当于我陪在你身边，考试一定能通过，他会保佑你的。行，不跟你客气了啊，借你吉言，加油。嗯，你走吧，开车小心一点啊。行，我回去了。好，嗯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很多话想对你说。快回去吧。在你面前却很沉默，你的双眼隐藏着多少疑惑，多少执着，谎言像泡沫，美丽脆弱，风一吹就破，任时光蹉跎，依然没把握。哎，许叔叔，许教授，你可算出来了，我这等得望眼欲穿了都。你怎么到校园找我来了？不是，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有任何问题您及时提出，我当场就能给您解决。尤其是您这种贵宾级会员，
再说了，雷先生给您花了那么多钱报的名，我们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信任。你看，这是……啊，你先等一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谁给我报的名？当然是著名主持人雷达先生呀。不是我女儿吗？这谁报的名不一样呢？对不对？叔叔，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，雷先生和许小姐的关系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绝对不一般。那您女儿的事不就是雷先生的事吗？是不是？没准未来还是您女婿呢。你说那女婿花点钱孝敬一下未来老岳父，那不是应当应分的吗？是不是，叔叔？谁是我女婿啊？雷达和我女儿任何关系都没有，这种话不可以乱说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是我看走眼了，您别生气。我闭嘴，我闭嘴。第一，我没有时间。第二，以后不许再来校园找我。哎，许教授，许教授，咱俩的事还没说完呢。你看，宿舍的打搅别的同学，你没事的时候。陈教授，小陈，不会耽误你很久的。对对对对，就喊你呢。对对，来来来，哎，陈老师，我们走。陈老师，你请来一下，请来一下。有点事儿，红娘。哎。这是我的同事陈瑜教授。